那我把手机交给专业的直播家，谢谢你。OK。那接下来我要唱一首新歌，本来就是我演唱会的主题曲。那希望大家可以上网听一下这首歌，我很喜欢，叫做《听到，请回答》。要唱新歌了哟。不可应该会唱。
很适合今天唱的歌。虽然太阳已经下山了，但是夏天还是会一直在吧。Summer 送给你们，准备好了吗？来了。36，我身上全身都要光溜溜，靠近哪里？
我们尖叫声的那个持久力有点那个。持久力，你懂吗？持久力，那我们就从他们持久的尖叫声来下歌好了，看他们尖叫声感受怎么样？3、2、1。